所以爬楼梯就像健教，慢慢的来，知道吗？一步一步一直来，一楼爬的，再来爬二楼，再来爬三楼，再来爬四楼，爬到20层楼。顿教不一样，但是顿教虽然是说顿悟自性，但是也经过怎么样，每一层楼，知道吗？现在的人呢，要讲经说法，变成说要用现在的名词，让你去体会说顿跟渐其实究竟处是一样的。我在座诸位，我们一楼、二楼、三楼一直爬，爬到最顶楼，爬到30楼，跟坐电梯爬到30楼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只是时间快跟慢而已，对不对？时间快慢而已嘛。所以顿悟不是说哦否定了这些见教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它还是一步一步来，只是它速度快啊。顿悟就像坐电梯，30楼。见悟的人根气不够，就慢慢来。今天悟一点，明天悟一点，后天再悟一点，一点一点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也没有几个像六祖的呀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啊，这变传顿教以及衣钵音，这奴为第六代祖，善自护念呢，广度有情，留步将来，勿令断绝。听无据曰，我要跟你讲一个句诵，第八页，有情来下种啊，因地果还生，无情即无种，无性亦无生啊。做一下笔记，有情就是有情事的众生来播下这个佛的种子，做种菩提因，因地果还生，因就是善因，表示良田啊，善因良田下的种子，哎，一定有一天会结果。生就是成佛，善良的因下在这个地上，有一天一定会成佛。就像诸位现在坐在这个地方，现在诸位现在就是在下成佛的种子。无情即无种，无情就像草木呢，这个草啊、石头啊、啊这些无情物啊，怎么样？无种就是不能播种，不能成佛啊。无性亦无生，无性就是没有佛性，也不能成长变成佛果。哎，就是无情即无种。就像草木的无情啊，也没有办法播下这个种子，没有佛性也不能生成佛果。祖父耶，五祖就说了，过去达摩大师出来持徒传到汉地来，怎么样？人未知信，没有人相信哦，对禅宗见性大法不了解了，所以传此一以为信题，所以传这个衣钵来征信大家，题作为依据啊。你看我有这个达摩大师传来的衣钵啊，要不然大家都可以这样讲啊，我是达摩大师传来的啊，衣钵啊，大家都可以这样讲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衣钵拿出来。这为以为信题，信就是真信，题就是依据，来作为相让人家相信的依据，代代相传，代代相承。发这以信传心呢、啊，皆令自悟自解啊。一波可以相传，法要自己悟。自古佛佛为传本体啊，自古以来诸佛传这个不生不灭的本体啊，时时密覆本心啊，祖师大德一代传一代，就是传我们这一颗不生不灭的清净心啊，一为争端啊，
这个表象的这个一啊，就是争端。大家不去在心性上用功夫，再要抢这个一波，会闹出人命的呀。说直如误传，到这道理就不要再传了。哎，若传此一，命如悬丝啊！传这个衣服啊，这个命啊，哎，悬丝用一条丝啊，啊，吊起东西来，这个丝很容易断的呀。命如悬丝啊，命不好，没有保障啊！奴须速去呀、啊，赶快离开！恐人害汝，能也？想什么出去啊？吴主就说了。逢怀则直啊，遇会则长啊，做一下笔记啊。怀就是广西的怀集，就是我们这个集集的集啊，集合的集啊，广西省的怀就是怀集。你呀、啊，到了广西的怀集啊，停止就是停止啊。遇会则长，会就是四会。一二三四的四写国字，广东四会，这会就是广东省四会，那一二三四的四嘛，哈、哦，一个口在两撇嘛，是四吧？哎，你呀、啊，到广西的这个集怀集呀、啊，怀集县呢，就赶快停止，来到了广东的四会呀、啊，赶快就隐藏起来。慧能三经领得一波云，哎呀，能本是南中人啊，我慧能呢、啊、本来就是广东啊岭南，哎，岭南人，久不知此山路，我不了解这个山路如何出的江口呢？哎，有没有哪里有办法离开这个江口？不知道路啊。吴主就说了，奴不需忧，哎，不要怪，吾自送奴，我自然会送你，你不要怪，哎，主相送到九江，九江，哎，那么这个九江驿啊，这驿就是站了，我们现在是讲的一个站，就九江府一个浔阳驿，这个浔是三点水，右边一个寻找的寻，阳是阳太阳的阳，浔阳驿，九江府浔阳驿啊，这九江府的浔阳驿啊，就是交通递送之用啊，这重要的地方叫做驿站，哎，我们驿亭也可以，驿站也可以啊，到这个九江府浔阳驿。这旁边呢有一只、啊、船啊，船子主吴主啊，就令这个慧能上船。吴主啊，把弩自摇，弩啊就是我们所讲的 啊，就是跟一个啊这个幕布右边一个啊弩啊，鲁国的鲁啊，孔子那个鲁国的鲁，一个鱼啊在一个日啊，右边一个啊一个鱼啊在一个日啊，那个鲁是一样的。啊，吴主把这个鲁啊，就是我们行舟之具啊，就是桨了、啊。哎呀，吴主把这个桨啊拿来自摇，慧能就这么回答了，就说了：“哎呀，请和尚坐。”哎呀，这上人的，那就请这个师父啊，你坐好。弟子何摇鲁？何就是应该。哎，我做弟子的人呢、啊，应该是我来摇这个鲁啊，拨水用的炉具。就是我应该摇这个炉，哎，你是师父啊，你请坐，我来摇，哎，摇这个炉。何是无度炉？吴主就这么说了啊，何就是应该，哎，按照道理说是我来度你才对啊。啊，慧能就说了，迷失失度，悟了自度，迷的时候要师父度，你悟了要自己度。度名虽异，用处不同。哎，这个度虽然是同一个度，但是看用在是制度还是湿度，用处不一样。慧能身在边方，就是隔辽啊，语音不振。哎，
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六祖慧能大师啊来讲经啊，来这里讲啊，他讲话你听不懂的呀，还好是我来讲，真的，他生长在，他这个生长在哥廖啊，他讲的是腔啊，你听不懂的呀，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听不懂是很辛苦的呀，听不懂啊，你真的是很苦的呀。啊，你要是这个碰到一个腔调听不懂的，你就真的像我在上这个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啊，上那个第一堂课，哎呀，我们那个物理的教授第一堂课来就讲的那个，我就完全听不懂了。哎，今天我们来讲 potential energy， 今天我们来讲的 potential energy 就是未能了哈，未能，我们有动能，有未能了哈。哎，我就 potential energy 啊，就是这个小酒呢蹦大酒，这小酒呢，这大酒呢不动，这小酒呢蹦大酒呢，这个大酒不动，这小酒呢蹦大酒呢，这小酒呢打出去。啊你沙婆你听我，你们在讲什么玩鬼啊？那什么？我那那我的姐姐是我是四号，他就用英文讲了 ，Number four， are you understand？ 就 one more time， 这个小酒呢蹦大酒呢，这个大酒的不动，这小酒呢蹦大酒呢，这小酒呢打出去啊，听不？听不？就是说。这个小球呢，小球呢碰大球，大球不动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大球碰小球，大球不动了，你知道吗？哈，啊，这小球碰到这个大球呢，小球弹出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搞了老半天，你就是完全不晓得他在讲什么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这个、啊。六祖华宝坛经要是慧能大师来讲你听不，他那个腔啊有一个强，就是啊，哎，对不对啊？好了啊，底下啊，哎，阿公家都一样说不会记啊，啥不啊呢、哎，慧能身在边方，哎呀，语音不正，猛施护法，今已得悟啊！现在得悟了，只合自性自度啊！啊，你现在得悟了，应该自性自度。诸因如是如是啊，以后佛法一如大行啊，如去三年无妨世事啊。你离开三年呢、啊，我就会离开世间。如今好去啊！努力向南，哎呀，得到法以后啊，跑了，不宜诉说，赶快隐藏起来，不要急着说法，佛法难起呀、啊，佛法太难了，能持为足，足以，哎呀，慧能，六祖慧能大师啊，啊，持啊，就是告退啊，为就是离呀、啊，慧能持离了，无足。法足难行啊，就启动了，往南边走了两夜，中间呢需要两个月啊，所以说这个月中国大陆你看那么大，还翻山越岭呢，以前没有什么公路啊，什么哦，什么推机啊，什么火车，哪有这个东西，是不是用走路的呀、啊，没钱就是用走路的呀，哎呀，我们现在的命好多了，是不是？你住哪的话，在台湾嘛，一天当天就可以往返了，还有高速公路，是不是啊？四通八达，现在的人好命啊。底下呀，哎呀，走了两个月呀、啊，到大夷陵，大夷陵就是江西大夷县的南边，大夷陵。江西，这个在江西省，简单讲就是江西省的大夷陵呢，这个无足就回来数日不上堂，
好几天不上堂，众疑异问，哎，异就是来啊，来问啊，哎，王啊，异问就是王啊，来到五祖的前面啊，堂前啊，就问了、啊，说和尚少病少恼啊，佛，哎呀，这个就是人家问后世尊的话，在大般若经啊，就是这样问啊，啊，只要要请法，就是哎呀，和尚少病少恼啊。是吧？佛是不是少病少恼呢？一病即已无啊！哎呀，说病是没有啊，依法已难移。哎呀，病是没有啦，衣钵已经传到南边啦。哦，问谁人传授？哎，是谁得到这个衣钵呢？一能者得之，是有能力的人。那哎。也可以解释说，哎，慧能，哎，这个呀，啊，因为他是能者得之，你也讲，哎，有能力的人就可以传衣钵，也可以解释说，哎，这个就是慧能啊，能者得之，哎呀，啊，大家就知道，哎呀，有能力的，当然就是这个哥僚啊，众乃自焉，哎呀，大家都知道了，诸后数百人来，哇。要追这个衣钵啊，之后就是不久之后啊，没有多久，大家追逐在后面。你看，得了这个衣钵啊，你看命都快没了。要我的话送给你，对不对？哎，喜欢吗？喜欢，爸爸买给你。你不要杀我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不要杀我，对不对？哎，喜欢喜欢吗？喜欢，爸爸买一套给你啊。所以一多一钵。一生苏姓陈，有一个出家众啊，他的俗姓叫做陈，名叫做慧明，现是四品将军。这个将军总共分九品，将军总共分九品，他是四品将军，性情粗糙。哇呀，这个人啊很粗鲁，哼，啊，性情粗糙就是个性粗鲁，极易参询。不过他有一个优点，极就是近，很想参透。询就是找这个佛道，好好的来参，好好的来找这个佛道，叫做极易参询。询就是访道啊，极就是近呢、啊，尽心尽力的用意的，参就是参就，询就是追求佛道。为众人先，他跑得最快，他又是将军嘛，啊，趁机能，哎呀，趁就是追赶，这追赶呢、啊，赶上了慧能大师，能，慧能大师也怕这命都没有了，赶快能直下衣钵在石头上，哎，石头上，哎，就是说了，赤衣是祖师传下来的，对不对？表现，表现的意思是什么？意思就是你可以用蛮力争得吗？你可以用蛮力来抢夺吗？这个衣是祖师留下来的一个信物，你可以用蛮力、蛮横之力来抢这个衣钵吗？可立真言，可以用蛮力抢吗？能隐于草莽中，哎呀，慧能怕丢掉性命啊，赶快丢到草莽当中啊！啊，草莽就是哎呀，草丛啊。是慧明智啊，这个粗鲁的将军啊，哎，已经出家了，个性还是很粗鲁啊，就像我出家一样，我的个性还是草根性很重啊，我就是喜欢这样过啊，幽默快乐的日子。哎，这个慧明啊，个性也是一样粗鲁啊，还不改这个先前呢、啊、做将军的个性，剃度不动，嘿，拿不起来，哎。乃幻音，哎，行者行者，我为法来，不为衣来。哇，这个将军啊，太了不起了，很懂得生存之道，很会转风进风转舵，哎，看不对劲马上转。我告诉你，生存就是要靠这一套，要学慧明，真的。你想要生存在这个世界吗？
要懂得转见风转舵。嗯，哇，他转得多快，还不到两秒钟，我赶快转。哎，拿不动这个衣钵，哎呀，就这么说了。哎呀，行者，行者，我是为法来，不为义来，我不是为了这抢夺这个衣钵呀。能睡出，坐磐石上。哎呀，慧能就出来了，坐在这个磐石，就是大的石头，磐石就大石头，这磐石啊，就是很啊，哎，这、哎、很大的石头，也可以说，哎呀，坐磐石上，就是说盘坐的意思，也可以这样讲啊。那么因为他这个没有这个解释直译的，那么你也可以说慧能因此就出来坐着盘坐在石头上，也可以这样解释。哎，或者说坐在磐石上就是很大的石头啊，你要用在前面就是坐磐石上，要用在后面就是啊能睡初坐哎磐石上，也可以这样解释。慧明坐礼这么说了，望行者为我说法，哎，帮我说个法。能言，慧能大师就说了，奴既为法而来，可屏息助缘，勿生一念。吾为汝说，屏息助缘什么意思？你既然要我跟你说法，第一个步骤万缘放下，修行还是回归哎，老生常谈这句话，万缘放下，可屏息助缘，勿生一念。吾为你说，良久过了一阵子呢，慧明也就对慧明这么说，就不识三不识二，正这么识，哪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。哎，诸位啊，我看了那个注解啊，写的就是说不要想善，不要想恶，就这个时候就是你慧明上座，就是尊称他了，尊称慧明大师啊，你的本来面目。我说这个注解这样是比较狭隘哦，这个不是这样意思哦，你要弄清楚这个祖师哦，在讲法通通要契入不二法门才叫做正法。他这个不识善不识恶，应该这样解释，不要落入善的观念，也不要落入恶的观念，没有二元对立的观念，就是每一个人的清净自性，要这样解释。好，如果再解释具体一点，就是说你看到众生造恶，你原谅他，你看到自己造无量的善，不执着，也可以这样解释。佛法是不二法门，善恶是对立，能所是对立，心境是对立的，好坏是对立的，是非是对立的，其实都在讲同一种东西，善恶还是在起心动念啊，落入善的观念，落入恶的观念，我找一个善的观念，找一个恶的观念，或者找一个恶缘论对立的观念，通通不是我们的本性，这一切相当体即空，不能落入观念，万法唯心限量，无法可得。正与实哪个就是不失善不失恶，不落入对立强烈的对立观念，就是那个时候，就是你慧明上座本来的面目，就是你的清净自性，上座就是尊称他。慧明言下大悟，你看一句就 OK 了，真的言下大悟。哎，有一个人啊来到讲堂啊，他自己这样讲，但是烦恼很重啊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慧能大师讲不是善不是恶啊，就这个时候就是你本来的面目啊。他自己这样讲啊，哇，我言下大悟。我说你那个悟啊是误会的悟，不是开悟的悟，大大的误解。我的还自己讲呢，
啊，有的那个脸皮很厚的，那个枪炮打不进去的啊，大炮都打不烂的，哎，慧明言下大悟，复问云：上来密语密意外，还更有密意否？哎呀，你这样开示，我得到了我的清净自性。哎呀，你这样开示，密语密意就是我们真如自性是不为人知啊，不容易让大家体悟啊，就是密语密意外。哎，你这样以微妙的开示我啊，哎，还有没有更微妙的呢？哎，能言，慧能大师就说了：“一如说者即非密也，跟你讲了就没有什么秘密，没有什么隐秘。你只要肯，你也可以得到。汝若烦躁，密在炉边。你要回光返照，不要向外持求，了解万境本空，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，真如自性就在你的旁边。明曰：慧明虽在黄梅啊，啊，时日未行自己面目。”我在五祖啊，啊，黄梅啊，是不是五祖那个地方啊？我实在没有见到我们自己清净的自性啊，未行自己面目，就是没有体悟到自己的清净自性的本来面目。每一个人都存在的金蒙指示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！哎呀，开悟真好，开悟真好，冷暖自知啊！哎，诸位啊，开悟很重要的啊。我看了一本书啊，这个典故啊，我讲给大家听啊，你要注意听啊。在这个佛祖统计里面呢，有一段这样公案因缘。佛祖啊，就是佛陀的佛，祖师的祖，统啊，就是大统领那个统，哎。纪就是二十世纪这个纪，佛祖统计有记载这么一段公案。他说有一个啊，薛姓的少妇，姓薛，这个少妇呢很早死，娶来不久以后，这个少妇死掉了，少妇啊死掉了啊，他这个公公婆婆啊伤痛欲绝，哎呀，这怎么样可以超度我这个啊媳妇儿呢？这么孝顺一个媳妇儿，这么好的媳妇儿啊，他就哎呀想，哎呀好了，有人跟他建议，就是你要办这个千生大斋，要共生，要共生啊，共生以后呢，这个请1000个出家人吃饭。然后呢，诵经，诵《金刚经》。哦，他就这样子听人家的建议，他就办了千僧斋、千僧大斋，请很多很多的出家众啊来义供。然后呢，诵《金刚经》，1000个人同时念《金刚经》，念念念念念念，诵完了，这个少妇啊，突然。在一个人的身上进入一个人的身上借重一个人的 身上这个肉体起来讲话，起来讲话哦，他就说了，哎呀，感谢呀、啊、公婆，我得度了，感谢高僧来诵经，我得了一部金刚经，我要他因为里面没有写说要到极乐世界去，没有这样写，所以我必须要照这个佛祖统计这样讲。他就说我已经得度了，超度了，我得到了一部金刚经，一部哦。旁边的人就搞不清楚了，他说就问这个啊，死亡的这个少妇，就说我们1000个法师来诵经，你怎么得到一部呢？你为什么只有得到一部？他就说。因为里面这送1000个法师里面只有一个开悟，那个开悟的人诵经，我因为借重那个开悟的人诵经得到就这么一部，
啊，所以我得度了。我看到这里就是我那，搞不好搞着搞。